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龄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一位卖家必看的八大 YouTube 频道，对于创业者和小卖家而言， YouTube 是绝佳的资源渠道，有了导师之后，人人皆可受益。而在 YouTube 上可以找到最好的导师，订阅了合适的 YouTube 频道是个万无一失的方法，可以帮助您紧跟最新的商业策略、营销趋势，获得个人成长的机会等。但在 YouTube 上寻寻觅觅其实很耗费时间，这也是小编为什么帮大家找出了最成功的频道的原因。帮助你订阅1.TED Talk Tech Tip 科技娱乐设计频道是最流行的 YouTube 频道，这不足为奇。 TED 邀请到来自全球的演讲者，话题覆盖面广，不论是谁都能从 TED 获得些许灵感。如果你想和全球顶级行业先锋学习的话， TED 是不二之选。二， Gary Vaynerchuk 是 VaynerMedia 的 CEO 和创始人之一，这家公司是全球最火的数字营销机构之一。 Gary 仅花费了5年时间，就帮助家族红酒企业实现了从300万到6000万的销售额增长。在35岁时，他就靠白手起家成为了百万富翁。他的 YouTube 频道对做生意提出了丰富的真知灼见，还有谁比这位全球最成功的多次创业者更适合做你的老师呢？三， Y Combinatory Combinator 是创业加速器，自2005年起已经资助了逾1588家创业公司。他们的 YouTube 频道包含了如何做类的视频、会议记录、现场活动和深层采访。受访者从 Facebook CEO 扎克伯格到特斯拉 CEO 马斯克一应俱全。四， Tim Ferriss 企业家 Tim Ferriss 5次荣登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畅销书作家榜榜首，作品包括每周工作4小时的 4-hour work week。 他是位天使投资人，为无数创业者提出建议。如果你想学习如何提高知名度，他的 YouTube 频道不容错过。五，斯坦福商学院，斯坦福商学院的 YouTube 频道简直就是信息的富矿，包含采访、系列讲座、演讲等。他们的顶级讲者观点系列视频是一个由学生所主导的项目，他们从全球邀请到备受尊敬的领导人，分享他们在领导力、核心价值观、生活教训等方面的智慧思考。以往请到的嘉宾包括奥普拉脱口秀主持人 Oprah Winfrey、 美国政治博客赫芬顿邮报共同创始人 Arianna Huffington、 前美国副总统 Al Gore 等。六，美好生活计划 Good Life Project。 美好生活计划创建媒体和工具，制作节目和体验，意在帮你过得更好。他们提供鼓舞人心的建议和采访，受访者多种多样，包括作家、企业高管，也包括僧侣和美国海豹突击队。七， Marie Forleo 提供的不仅仅是职业建议，还包括人生指导和自我提高的点子。他的 YouTube 视频对于那些想要学习如何激发出自己最大潜能的人来说绝对是必看的，他的乐观、激情和职业态度毫无疑问会让你备受鼓舞。八， Selling on eBay for Business 全新的 YouTube 频道是 eBay 卖家们的宝藏，里面藏有深刻洞察，在这里可以发现如何做类视频、 eBay 工具教程、鼓舞人心的卖家故事，还能找到帮助你充满干劲扩展业务的建议。